这一晃好几年了，看你是瘦了，也黑了。哎，可他更壮实了，浑身的腱子肉，刚才抱我的时候，差点没把我勒死。是是是。这些年在部队，别的没学会，吃苦耐劳的本事，倒是学了不少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哪个部队呀？上过战场吗？杀过多少鬼子？受没受过伤啊？ 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快快快，你快告诉我呀！老爷，您说您一口气问了他那么多问题，您让他回答哪个呢？好好好，对，一个一个说，我都想听，啊，一个一个说。说来话长，我今后慢慢给您汇报，好吗？嗯，对了，爸，您引我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可是您跟张浩天。 还有帮会中老大的秘密据点呀，在这见面，安全吗？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了。你派来见我的那个女孩子啊，神神秘秘的跟我说你要见我，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个地方。你看看这四把椅子，阿根当年被我除了，昌野现在远避香港，张浩天这个王八蛋做了那么多的坏事。 现在他心里最怕的就是见到帮会里的这些老人，所以啊，这个地方他根本不可能来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张浩天。为他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小飞啊，没想到这些年你干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，是英雄啊！和你比起来。 我老了，我是猪，是虫，我对不起瑶瑶。妈，我这次过来，就是要帮你振作精神，东山再起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也为了抗战，出一份力。 帮着日本人杀害百姓，残害忠良。按理说，我早该清理门户除掉他。可是我老了，身边的弟子走的走，散的散，我已没能力为民除害了。此前也有你们的人找过我，我都拒绝了。爸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我了解，您的弟子遍布上海滩各个角落。 他们随时可以为你出生入死，只要你正闭目，张浩天的末日就到了。你觉得我还没老？我还可以，我还能重振旗鼓吗？当然可以。爸，你听我一句，收起你的悲伤。 拿出你的万丈雄心，为了我，也为了逍遥，为了千千万万被日本人奴役的百姓，为了山河破碎的国家，干！阿全，招呼老韩，起刀。 说我要见他们，老爷，兄弟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
好了，萧爷终于答应帮忙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把他老人家拉到这个危险的任务当中，到底是帮了他，还是害了他。叶飞，我知道你怕萧爷会有危险，可是我相信萧爷，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他宁愿站着死，也不愿意趴着活，哪怕他真的牺牲了，他也会含笑九泉的，因为他是死在抗日战场上，他会葬入英雄冢，他死得其所。说得好，英雄冢是我们每个热血儿女的归宿。放心吧，我会用了生命保护他的安全，不会让他有任何意外。叶飞，我也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的安全，不让你有任何危险。导演，张浩天现在每天出入都有他的治安队的弟子，还有日本人保护，想要下手非常困难。是啊，按您的吩咐，我带人盯着几天了，可是他出入没有规律，很难摸到他的行踪啊。如果不能掌握他准确的行踪，就很难在路上伏击他。韩叔，张浩天平时都去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联系？这不一定，据我们观察，他平常很少出门，除非有行动抓人，就是去日本司令部宪兵队。那他平时出入抓人的时候都跟谁一起？这个我知道，他一般都跟日本宪兵队行动，偶尔也会配合警察局的那些伪警察行动。警察？嗯。少爷，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我得去会会一位故人。上个月我们才抓了几个人，而且大部分线索都是张浩天的治安队给提供的，丢人！要这样下去，这个警察局长早晚是他张浩天的，到那时候就你们这几块料都得给我滚蛋。局长，这张浩天的手下三教九流弟子众多，而且在上海埋伏的这些中统军统啊，还有共产党，都是以他为目标，所以他很容易就得到线索。我不管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一个星期之内赶紧给我找线索，抓几个像样的人回来，好让我跟皇军交代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出去。武德刚，站住。董总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整天无精打采的，干什么事都没劲。我告诉你，你也就是我师兄，要不然我早让你滚蛋了。二大局长，你现在就可以让我滚蛋，这身衣服我早穿腻了。董德刚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不就不想给皇军效力，不想给我二代效力吗？啊，你想条条都不干，门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赶紧干几件漂亮事出来让我看看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出去。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儿不方便。
咱们借步说话。好。客官，您的菜，请吃吧。叶飞啊，你胆子可真大，现在这个时候来上海滩，你杀了小野次郎，山下龙二可是耿耿于怀啊。他要知道你现在回到上海滩，非把你生吞活剥了不可。董兄，你不会把我出卖给日本人吧？你别忘了，是我把你放走的。我知道你是条汉子，所以我这次会冒险回来找你。说吧，想让我干什么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。我这次回来是奉了军统总部行动处的命令来刺杀张昊天。刺杀张昊天？是。你们军统可刺杀了他好几次，每次都是损兵折将，无功而返。所以啊，这次由我来负责。哦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张昊天是该杀，这个混蛋罪恶滔天，穷凶极恶。可是现在日本人护着他，不好杀呀。我这不是请您帮忙了吗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听说了，你们警察局跟张昊天经常有联合行动，我需要准确的时间和地点。这个比较难，因为每次所有的行动时间、地点、目标都不确定，再加上现在的上海滩，军统、中统、中共的地下组织隐藏的都很隐秘，我们不好寻找他们的踪迹。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的。到时候我会把线索给你，你只需要把线索透露给张昊天，再告诉我准确的行动时间还有地点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。这个忙我不帮。那我安排好了之后通知你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叶飞，别忘了，我也是中国人。